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海。今天呢，大哥在这里教你们梳中分。首先呢，用水来弄湿你的头发，然后再用定型水喷两下。如果没有水呢，就用口水来呸两下，弄到头发上也是可以的。我呢，就不在这里示范了啊。<笑>然后呢，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。我是一个在广东长大的福建人，所以我的普通话没有特别好。给大家介绍几个我自己的小标签。 首先呢，因为我是在广东长大的，所以我特别爱喝早茶。还有一个小标签呢，就是我特别喜欢黑色的所有的衣服和裤子，因为我的皮肤有点黑，所以我穿不了太艳的衣服。今天这一身，我觉得其实还可以，除了黑色，我还是能驾驭其他东西的。希望大家能在节目里多多关注我的表现。最后结束，想给大家来一个，兄弟们冲！